下，我是铁人要，请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现在介绍那个牛加牛的那个牛排，就是吃起来是怎么样的那个效率？对啊，跟你介绍。就是胡椒那种胡椒味。胡椒味跟那个，然后热水就会打，就是软嫩弹牙，嗯，有时候比较贵，买230，这个240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他卖那么贵，哎，是蛮好吃的。就是做很累的时候再吃就好，还是有健身，是吧？不然离中风不远了。你看，那时候我今天拍的那个，对，美食秀，哎呀。我是很难养，啊，而且我已经没有那种怪怪的味道，没有，我没有怪怪，但是菜市场买一包那个2块，差不多200块吧，你看，就先撒点盐，煎一煎就好，嗯，撒点孜然很好吃啊，嗯，我外面都买这种。蘑菇黑蘑椒口味，我们今天上班有搬药水，我也不知道，20公斤、40公斤，嗯，还 OK 啊。好吃，它有筋，好吃，嗯，软软嫩嫩。这应该是没有泡药水过啦，也有听说那种泡药水的，嗯，合法。哎呀，你怎么没有油脂啊？主要都是瘦肉，香香甜甜的，香油香。你看，然后肉香很重。你看，你看这我嚼这个，嗯，我被塞很多。我们吃完年啊。你要去打游戏给大家看，嗯，然后还要一样要做缩图吧，嗯，不然我怎么上线？你说这个缩图，这个缩图就，哎，就这个就好了。
对啊，不然现在快十点了。嗯，一咬就烂了，那种肉先吃掉，肉先吸收啊，面不要吸收啊，面都大便先不要吸收，对。你想吃一个，这怎么办？这个空中浇雪，这种空中浇雪是观众是吃不到的，对啊，只能细心听我品尝，对啊。教育好啊，是应该十分钟吧，喂好喂好就吃得快，吃完看医生，然后可能会便秘，需要通常天要嘴巴，我知道，然后都是自己装，都是对吧？然后哥啊，特摇。还好，这棉花可以了。那讲悄悄的节目是会冲天嘛？那哪在细菌排名啊，这种玩意嘛，对吧？对身体较好。啊，这哥哥的这种，对吧？这赶快哥哥的这个蛋，对，赶快蛋回家，对吧？对啊，一起被扑灭，哎呀！这个要先喝掉玉米了啦，没有味道，香香嘛，香香无味啊。玉米浓汤其实要先开胃，辣到只有辣没有，哎呀，就痛苦没有快乐，这个没有味道，然后大家就拿，对，龙说说，对，干条龙，哎呀，干条龙。然后就会签那个，不听老师说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你不听老师说，辣到没味觉，先喝这个，把这个掉就好，可以了。哎呀，然后人那闷。闷到说不出来的节目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像个棒，对不对？棒，哦，这种节目，
哇，出来啦！准备去用，准备去用游戏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爷爷。